鸡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你爸爸管我借了钱，却一年也不还，我去管他要债啊！我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快起来呀！爸爸，爸爸，侏罗纪僵尸提着刀来管你要债了。什么？你说啥？侏罗纪僵尸提着刀来找你要债，已经快走到家门口了。飞机头僵尸，你快给我出来！你去挡住他，就说我出差了。别躲了，侏罗纪叔叔，我爸爸出差了，不在家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爸爸，他问你啥时候回来？笨蛋，你在问谁啊？爸爸不在家。喜欢记得关注订阅手游扣玩哟。